这两天热播的《二十不惑》中，关晓彤就因为一组剧照又被大家嫌弃太壮。1.72米，体重不过百的关晓彤真心不是胖，但她本身肩部宽厚，再加上横向露肩，就很直观的看起来壮实，不够秀气。那肩部壮的女生到底要怎么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夏季因为很多都是轻薄露肤度大的衣服，对于肩宽的女生并不友好。而强调腰线对于显壮女孩来说就是女人味和彪悍的临界点，有了这层次感，它能最明显的增加你的曲线感和柔美气质，转移视线。关晓彤的很多私服就很好的利用了她的大长腿优势，把身上好看的部分展现出来，转移大家的注意力。所以肩宽的女孩上衣的上部分设计可以尽量简单，一些抓人眼球的颜色或图案可以往下移，腿部线条有优势的完全可以穿紧身裤或者直接下移失踪，入眼大美腿的视觉冲击绝对牢牢锁住别人的视线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